好，陈慧洲说跟上了。好，陈慧洲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是我们幼班的老朋友。好，我们昨天不是刚刚开放登录，今天凌晨啊，就是之前我有一个这个我自己私下办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刷卡活动哈，就是春节的部分 Banky 老屁股好这个刷卡活动。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写文章写的昏天黑地，就是在写这篇啊，我在写这篇文章啦，然后写完已经12:12了，然后发现那个有网友私讯问我说，哎，宝可梦你那个连结怎么还没有打开让大家开放登录？我就立马赶快打开，因为我就是那个登录系统都已经写好了，但是因为我这写这篇文章写到昏天黑地，我就来不及，我就忘记了。好，就赶快打开，所以12:12以后就有不少人就已经开始来登录了。目前大概有15人，就是有来跟我就是拿奖品这样子。如果您是 Banky 老朋友，在1月8号以前有从宝可梦的连结申办的，那你在2月份刚好又有用这张卡刷3000、5000到10000钱，好，那你都可以来跟我领相对应的奖品。3000块就是一杯咖啡，5000块就是小七50元券，然后1000块的话就是有100块的这个所谓的，刷10000块的话就是可以拿100块的这个小七100元商品券。那如果您是第一个登录的部分呢，你的回馈率就有1%变成10%，好，这就是我要对大家好。那因为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，所以3月份应该也会在办这样的活动。所以如果您有 Banky 卡又在宝可梦这一团，好，您就是3月份也可以拿这张卡片出来刷，好，刷满指定的金额呢，然后时间到就是3月份的最后一天，应该是3月30号的两次动动，好，3月31号的凌晨，好，又要再来玩一次，好，就是请大家就是来线上登录来抢，好，你只要前一个人第一个人来登录的，你的回馈就是你刷3000块，我就回馈你300块钱，好，这个回馈就是10%的回馈给大家，就是想要对大家好嘛，就是有趣好玩这样子，所以也是一方面希望大家来促进大家来使用这张卡片来刷卡这样子，对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记得只有一个人有来填那个10000块钱的，那就是我们陈慧洲先生，然后他又是我们的幼班成员，所以他可以拿到的是1000块现金，好，真的非常的恭喜你，好，因为也没有其他人来登录啦，所以他就是第一个，好，他也是在大概凌晨的大概12点，大概多少啊？20分还是30分的时候他就登录了，好，所以他的确是符合资格的，在这边恭喜你。所以说呢，我可能在下个礼拜我资料整理好之后呢，就会跟你要账户，然后你就给我，就把1000块汇给你，这样刷10000块拿1000块啊，就是10%的回馈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